薄荷葉裏面有一種天然的成分叫做 luteolin， 是屬於一種叫做黃酮，叫 flavonoid。 這類的物質呢就可以令到鼻黏膜的肥大細胞是沒辦法分泌組織胺的，當分泌不到組織胺，鼻黏膜的微輸管就不會舒張，因此都不會有水會流出鼻黏膜。